就是说我不收不持戒，我就这样收也没问题，也可以修，但是就容易出问题，就是出偏的时候，就说老师在还好一些，纠偏了，老师不在的话，就自己有时候帮不到自己，都旁边人帮你，有时候我们自己你看就是提无力自拔嘛，自己抓着自己头发提不起来，你气别人可以，就是有时候就需要，就是这就是师正，就是需要师兄的老师。就老师的作用就写现在你遇到事的时候就他才能帮，但是持持戒啊，都楞严咒啊，这些咒语啊，大悲咒啊，关于六字大明这些简单的咒语持持还是管用的，就是念念佛菩萨名号求嘛。其实修正有一段时间比较辛苦，没能力爱这世界一切是吧，我们说爱爱爱一切，我那天跟谁开玩笑，我说你也就养个小猫小狗，你敢养条蛇每天搂着当宠物玩吗？那你不敢，你没能力爱他，不是你不，你怕他咬你，知道吧？你敢养个狮子吗？做宠物吗？你怕他哪天饿了就把你头当点心吃了，是不是？你不敢吗？你没能力去爱。我们是，不是这个世界的东西不可爱？人家都是人家又不是说，是不是？爷爷挺可爱的，花溜溜的，然后那个狮子啊，那个老虎啊，猫也口瘦啊。你怎么敢养只小猫，不敢养只狮子做宠物抱在怀里面天，是吧？你没能力爱这个世界，切地狱道的恶鬼道的畜生道，你没能力爱，你不想爱吗？我们总是一爱一太爱在这个世界上，不是自杀就是杀了别人，就是不是？要么自杀了，要么伤到自己了。你不伤自己就好像很无情，伤到别人了，伤别人的时候就觉得是无情，就是总是这样，是吧？不伤害自己就伤害别人，是吧？成佛以后才有能力爱宇宙的一切，爱众生啊，慈悲啊，普度一切，爱一切，不受伤，也不伤别人，也不伤万物，才有这个能力。其实始终我们所有的伤心啊，所有的就是这种爱受阻了。我们想爱宇宙一切啊，没有不爱的，红的也爱，绿的也爱，还哪儿也爱啊。所以很多人随心所欲，说是哎乱情啊乱什么，其实都是想，他都是有本性的，有佛的品质嘛，他就想取爱嘛。因为微尘也要爱上嘛，因为那是空性的世界，那是他自己啊，跟尘是一起的哦，同源的嘛，一起升起的，所以他没有不爱的，只要他爱自己，他就爱一切啊，外边的一切啊，只是他没能力爱，他才受伤，他没有能力，所以一抬就受伤，要么自己伤了，要么伤别人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修行就是修道，能爱宇宙的一切而不受伤，能自由的爱一切。你可以左手一个老虎，右手一个狮子，做宠物玩，然后你摸，知道吗？然后呢，不被吃掉，不会被吃掉。然后呢，他们也能从你这受益，美好的景象吧。比摸踏雪啊，你只能摸踏雪。我是那个王子摸老雪，好像有一股很强势的那种。感觉谁呀？我觉得我自己。你很强势的感觉。就是那种感觉。那挺好啊。好吗？那要什么感觉好呢？你想变成什么样的感觉？没有。你觉得强势不好吗？也没有不好。人家骂你的时候，你觉得好就行了。因为你强势的时候，总有人比你更强势的就骂你，干什么？你凭什么？你特色啥的？那个时候你就笑笑，哎，那就是强势的大度，知道吧？如果不能大度，强势跟啥的，那就不强呗，那就叫脆弱呗，人家一点都不破了，是吧？你强势没关系，全世界人骂你，坐在这儿笑呗，那叫强，知道吧？你说啊，很强，人家一骂你，不行，那叫强啥？我知道。你那个墙也太容易被摧毁了吧？如果我们在乎，真的是自卑跟自傲是同时的。人家说个啥就否定你，你就觉得哎，真的不行，嘴上硬的说我不在乎不在乎，心里边那个伤害呀、流泪呀，心里边那个真的是内伤，是吧？没有。啊，不是说你这个是拿别人举例的，对吧？有时候我们哎就是。我们在乎的人否定我们才受伤嘛，不在乎的我们是都挺强的，佛说我们都是佛嘛，都挺厉害，谁不是？是没有给我厉害的平台，你试试，你把我放在那厉害的平台上，哪个不厉害？今天把你放在
统治宇宙的一个宝座上，你也是，你说一句啊，大家都去，你想杀谁杀谁，想怎么样，谁也很强，谁也会有权力，谁不会啊？随心所欲啊，是吧？是不是做不到吗？谁不想老子天下第一？坐在那儿说我是天下第一的，就算是学佛的很多人，哼，我是真空，我是天下第一的，我不在乎，我有定力，我无所谓，我不在乎你。你骂骂我不在乎，全天下人骂我也不在乎，然后一出门全天下人骂你，然后叫唾沫星噎死了，就那种的直接不在乎不在乎，然后心里边那个难受，是吧？就那样，本能的分别，你只要有本能的分别，你一定有击溃你的东西，自己把自己击溃了，那不，你自我们总受伤总是自己伤自己，到最后再利益也是这样的，你一分别你已经。是吧？你说他讨厌我，你喜欢的人，你一分别说他讨厌我，你的心不嘟下去。只要你下这个定义，你的心已经跟着下去，这个定义跟你的心是同时下去的，你头脑再坚强有啥用？你就受折磨了。所以要圆通嘛，听啥？嗯，哎，你说说啥？都要我圆通，我眼睛圆通，耳根圆通，我不怕吗？圆通了才没事嘛。你可以同时关闭，可以开启，而且可以说，可以不说，可以在意，可以不在意。只有像佛那样，你骂骂两个小时，佛说：“哎呀，喝点水吧，看你嘴口干舌燥的。”Thank you.